三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开门！开门！还好，开门的动作无敌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两个人打哦，分出输赢了。我想要打他吧。分身，刚开始你没有看到，我已经先打倒了一只老者。看来今天可以挑战第二个王，说不定也能过。感觉刚开始打起来蛮顺的。好打了吗？
滑下。被你骗了。
候要打到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又失败，那这一次有伤害比较多一点。一个装备重量越轻，伤害越高的戒指。假如这样子去打嘞，虽然我觉得这样还蛮瞎的。
马上加出来。Thank you.
我等我走，等我走。终于打赢了，有够难打的。我打上礼拜整整两个小时，大家遇到他的时候，还有今天又打一个小时，超级难打。啊！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